小朋友，你们好，我是 Teacher 一威。今天会是我们一年级的数学课，然后呢，老师会和你们一起讨论的是单元二基本运算的应用题。首先呢，在老师开课之前，你们需要准备好的材料是数学作业簿。也就是那一本封面是橙色的，然后呢，今天老师会和你们讨论第57页到第64页。你们也要准备好你们的文具，包括了铅笔、尺、橡皮和蓝笔。同时呢，你们也要准备好你们的水瓶。你们可以一边观看老师的视频，然后呢，一边喝水。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你们先翻去第57页。第57页呢，你们会看到的是有这一个表的。翻到了吗？好，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要先读题四。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它所谓的资料也就是这一个表。这个表呢，上面是100以内的整数。然后呢，它有分成三组。第一组是 C 组。C 组呢，它要的是比40大。二，十位近似值是40。等一下老师会和你们解释哦。然后 D 组呢，比54小，十位数是5。E 组呢，第一个比65大。二，它的个位数是6。好。所以呢，他所谓讲的就是他 C 组他要的数目是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他数目呢一定是要比40大的，不可以比他小。然后呢，那一个数目它的十位近似值呢一定要是40。十位近似值你们还记得吗？老师和你们说过，如果它的个位也就是后面的号码，如果它后面的号码呢是5或者是大过5，也就是6、7、8和9，它的前面的号码，它的十位呢，就是要加1的。让老师来打一个，给你们一个例子，像54，它的后面的号码，各位是4，它有没有超过5？ 4是没有超过5的，所以它前面的号码呢，是不需要加1的。所以保持原来的号码，也就是5咯。所以它的十位近似值就是50。然后呢，我们来看65，它的后面的号码个位是5。刚刚老师说了，如果个位数是5或者是大过5的话呢，它的前面的号码，也就是十位数的号码是要加1的。所以呢，5是刚刚好是5，所以呢，它在它的十位数6呢要加1。6加1呢是7，所以在这边呢65的十位近似值是70，明白吗？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组。第一组它要的数目要符合这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它的号码，它的数目一定要比54小，不可以大过54，然后它的十位数呢就是前面的号码，可以吗？前面的号码，它前面的号码呢是要是5的。在这边你们可以背一个口诀，也就是前面的号码是十位，后面的号码是个位。所以呢，它要的十位是前面的号码，也就是这边它一定要是5，可以吗？一组它的数目呢是要大过65，但是它的个位数是6。个位数是
后面的号码，所以呢，它后面的号码要是6的，可以吗？在这边，然后呢，它的这一面第57面呢，它有了这个表，它其实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根据上图找出各组中的数目，也就是讲说根据这个图画呢，你们要找出呢每一组所要的数目，要符合它的条件的。然后 C 组你就把它的数目写下来， D 组然后你就把它的数目写下来，还有的就是 E 组把它的数目给写下来，可以吗？所以呢，在老师下去之前，继续之前呢，我们再来讲一次。前面的号码是十位，后面的号码是个位。所以呢，如果后面的号码个位，它是五或者是超过五，就是六、七、八或者是九的话呢，它前面的号码，也就是十位数呢，是要加一的。当然，如果它后面的号码是少过五，也就是零、一、二、三和四的话呢，前面的号码十位数呢是不需要改变的。然后十位进式值呢，它的后面呢一定是零的，明白吗？好，现在我们去看第57面的第二题，它的提示是。根据第一项中，也就是你第一题D 组和E 组的答案，也就是你写出来D 组的数目还有E 组的数目呢，完成以下数列。数列老师讲过了，也就是数目的排列。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两个数列，第一个是顺序，顺序，第二个是逆序。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顺序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顺序呢，就是从小的数目排到大的数目，也就是它一开始是小的数目，过后呢，它后面的号码的数目是越来越大的，从小到大，简单来说，逆序。逆序呢是从大的数目排到小的数目，所以呢它前面的号码是最大的，后面的号码就是越来越小，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是从大到小，可以吗？顺序和逆序。然后呢你们要根据的就是第一题你们所写的第一组数目还有一组的数目呢，然后填这一完成这个数列，可以吗？好，现在呢老师和你们解释完第57页的数学，现在让我们去看第58页，也就是下一页而已。第58页呢是解决问题，它的题目是妈妈将十块蛋糕放进两个盘子里，每个盘子最多能放七块蛋糕，意思讲说呢，妈妈有这十块蛋糕，然后呢，这十块蛋糕将会放在这两个盘子里面，但是呢，一个盘子呢最多能放七块蛋糕，如果是第八块蛋糕的话就不能够放了，就要去另外一个盘子，明白吗？到这边。然后在这一面呢，它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 A 部分，还有一个就是 B 部分。现在让我们来看 A 部分。A 部分呢，就是讲说妈妈将四块蛋糕放进一个盘子，另一个盘子有多少块蛋糕？意思讲说有十块吗？妈妈有十块蛋糕，然后呢，刚刚讲了一个盘呢只可以放最多七块蛋糕，现在妈妈把四块蛋糕放在这个盘，那么另外一个盘会是多少个蛋糕呢？在这边老师会教你们一个口诀，你想一下这三个圆圈啊，你把上面的圆圈想象成是一个头，
然后这两个呢，下面的两个圆圈呢，你就想象它是手，可以吗？这个是头，上面的圆圈是头，下面的两个圆圈是手。你可以记得的就是好像大头人，大头人，两只手，头大大，手小小。找头家，找手剪。老师再重复一次啊，大头人，两只手，头大大，手小小。找头家，找手剪。意思就是讲说呢，你要找头，也就是上面这个，你就是要把下面的两个号码加起来。当然，如果你要找手，随便一只手，你要找的是手的话呢，你就是要拿它的大头剪它的另外一只手，可以吗？找头你就要用加法，你要找手，下面两只手就要用剪，明白吗？当我们要做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用大的数目剪小的数目。然后呢，等一下你们做了，你们把号码填在这个圆圈里面，同时也不要忘记那边有一句话，打另一个盘子有，然后它有一个空格，块蛋糕。所以等一下你算了，你在这边填上号码，同时也要在答那边填上你们的答案，可以吗？然后他 B 呢，他问的是有多少种分法？你除了妈妈刚刚是把四个，一个盘子放四个，另外一个盘子放六个，那你还算算看还可以怎样分呢？老师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总之呢，它的一个盘呢，最多只可以放七个，你不可以放八，不可以放九，明白吗？最多是七。然后呢，你要记得，你找头是要加的，找手是要减的。然后你可以画出来，然后你再分看到底有多少种的分法。然后呢，你再把答案写在答那边有，然后你把答案写这边总分法，可以吗？好，现在老师已经讨论完第57页和第58页。现在老师要你们暂停这个视频，然后呢完成了再回来继续观看，然后老师会和你们一起分析第57页和第58页的答案。好，同学们，欢迎你们回来。现在老师会和你们一起讨论第57页的答案。刚刚老师已经解释了这一个表，所以呢，老师相信你们已经很清楚了什么是十位进式值，什么是十位数，什么是个位数。在这边老师还是要再重复那个口诀，前面的号码是十位，后面的号码是个位，然后当个位是5或者是大过5，就是6、7、8和9的时候，前面的号码也就是十位数是要加1的。同时呢，如果它的后面的号码个位数是小过5的，也就是0、1、2、3或者是4，那前面的号码十位数呢是保持不变的。然后十位进式值它的个位数，也就是后面的号码呢，一定是0的。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 C 组、D 组和 E 组的数目到底是什么。好，根据上图找出各组中的数目。 C 组它要的是比40大，然后它十位进式值是40，所以呢比40大一定是41、42、43、44、45、46、47、48、49这些等等。但是它有第二个条件，它的十位进式值呢
一定要是40，所以代表的就是它的个位数，也就是说它后面的号码呢是不可以超过5的，也不可以是 5， 只能小过5。所以呢我们可以写的就是41、42、43、44、45你就不可以写了，因为45它的个位数是5，然后如果是要以十位进士值来算的话呢，如果45它后面是5的话呢，它的十位4就是要加1，它的十位进士值就会是50，所以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了。所以呢答案应该会是41、42、43或者是44。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组。第一组的答案它要的是比54小，所以呢一定是53、52、51、50、49这些，但是它有一个另外一个条件，它的十位数也就是它前面的号码呢要的是5号，所以呢你可以写的就是50、51、52还有53，这些号码都比54小，同时它的十位数它前面的号码看到吗都是5，可以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组。一组呢它第一个条件要比65大，所以一定是66、67、68这些上去等等，但是呢它有一个条件，它的个位就是它后面的号码呢一定要是6，所以呢有的就是比65大的就是66、76、86、96，它的你看都是比65大，同时它们的个位数也就是后面的号码都是6，可以吗？好，现在呢我们已经讨论完第一题，现在我们要去讨论的是第57页的第二题。第57页呢它要你做的就是完成顺序和逆序，完成它的数列，你要根据第一组和一组的答案。刚刚我们一组的答案是，第一组的答案是50、51、52、53，然后呢一组的是66、76、86，还有的就是96。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这两组的答案来完成顺序。所以呢顺序是小到大，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在第一组呢它答案是51、52，小过54的呢就是50、51、52、53。所以呢你在这边你要填的就是50、51、52、53跟54，因为顺序是从小排到大，然后根据第一组和一组的答案呢，最小的小过54呢，就是这四个数目了。好，现在我们来看逆序，又再要根据这两组的答案排逆序哦。逆序是从大排到小，所以呢96、86、76，还有的就是66。逆序是从大排到小，然后在第一组和一组的答案呢，最大过56的号码就是这四个号码了，明白吗？记得你是要根据你第一题第一组和一组的答案来排的，顺序是小到大，所以呢你一定要找的就是在第一组和一组答案找的就是小过54的。逆序是大到小，所以呢它是你要在第一组和一组的答案呢找比56大的数目，可以吗？好，现在呢老师要和你们讨论的是第58页的。第58页的说的是妈妈有10块蛋糕，然后要放进两个盘的，然后一个盘最多能放7块的。好，我们来看它的 A。它的 A 呢刚刚老师讲了，你要找头的话呢是要用加，你要找手的话你是要用减。
所以呢，刚刚你要找的是这个空格，你要拿头的减手，十减四是多少呢？拿十来减四，你会得到的是六，可以吗？所以意思讲，一个盘呢会是四个，另外一个盘是六个，没有超过七个了，可以吗？明白吗？所以四跟六，你要怎样检查呢？你拿十减四等于六。那你要算一下，到底我做对还是做错呢？你在哪四加六看是不是等于十，可以吗？你填的这个号码，你记得要在答那边写，可以吗？另一个盘子有六块蛋糕，可以吗？好，它的 B 呢？它是问说有多少种分法？首先呢，你可以。啊，十个你分一个五个，另外一个五个分一半咯。我们也没有，总之你要的盘是最多一个盘只能装七个，所以呢这个可以。另外一种就像刚刚妈妈分的方法，就是一个四个，另外一个盘子装六个。还有呢另外一种分法就是一个盘三个，另外一个盘七个，这是最多了，不能再多了，可以吗？所以呢你可以利用这种分法，你记得你的盘其中一个盘是不可以超过七的，最多只能是七。所以呢你拿十个来分看，可以吗？那这边我可以看到的就是呢有三种的分法。第一种就是拿十个分一半，也就是五个五个。第二种就是像妈妈分的一个盘四个。四块蛋糕，另外一个盘呢是六块蛋糕。第三种分法呢，就是一个盘是三块蛋糕，另外一个盘是七块蛋糕，所以有三种分法，明白吗？好，如果能明白呢，现在老师要你们把你们眼睛闭上，我们要让眼睛休息一下，把眼睛闭上，然后老师会从一数到十，你再慢慢的把眼睛张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的，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下一页，也就是第五十九页。第五十九页呢，总共会有三道问题，老师会先和你们一起讨论，也是一样解决问题。然后呢，第一题，妈妈买了八个红苹果，记得哦，妈妈买八个红苹果，爸爸买了七个青苹果，他们共买了多少个苹果？所以呢，同样的，你还记得吗？刚刚老师有讲了，他也是有这个东西，他只是印的不清楚，你们可以画上去。只有一个的，它是倒反哦，这个是倒反。你要记得的是，一个的话是头咯，两个的话是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在躺着。记得老师讲了，你要找头的话呢，你是要用加法；你要找其中一只手的话，你是要用减法。所以现在呢，你要找的是它的头，看到吗？然后而且呢，你在题目你看到共这一个字，你看到共这个字呢，都是要用加法来做的。所以在这边很明显的，他会要你们做的就是他们共买了多少个苹果。所以呢，你要用的就是把妈妈买的八个红苹果加爸爸买的七个青苹果，然后你看是多少，你可以做指示出来，然后呢你可以把答案填在这个圆圈里，然后还有不要忘记要填在答这边，可以吗？老师再重复啊，你们看到共这个字呢都是用来做加法的，然后你看到这个三个圆圈，你要记得一个圆圈的地方就是头来的，你们的头，然后呢头大大，然后两只呢是你们的两手小小，找头我们要用加法，找手我们要用减法，明白吗？好，
先让我们去看的是第二题。第二题呢，它在讲的就是衣橱内有十一个衣架，其中八个衣架挂了衣服，有多少个还多少个衣架还没有挂上衣服呢？衣架就是你们的 hanger， 所以它是讲说呢，你们的衣橱里面，你们一共有十一个衣架，然后呢，你用了八个来挂衣服。现在他要你找的就是没有用到的衣架是多少，还没有挂上衣服的。在这边呢，你看他有这个表，他讲总共有十一个，他用了八个，然后你现在要找的是你还没有用到的。所以呢，你要怎么做呢？你一定是要你要找出还没有用到的。所以呢，你看到还没有的话，通常都是要用来做减法的，可以吗？然后呢，你可以做直式出来，然后你可以写横式，同时你要记得在答这边填上你的答案，多少个衣架还没有挂上衣服呢？可以吗？在这边你要记得哦，你要找的是没有用到的衣架哈。好，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第三题。第三题他讲的就是两个篮子各装有七个篮球，两个篮子共装有多少个篮球呢？刚刚老师讲了，你看到共的话就代表说你要做加法，但是在这边我只看到一个号码，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你要看哦，两个篮子代表说有两个 basket，然后各装，你要看到各的意思就讲说一个篮子装七个，明白吗？每一个篮子都装七个，所以呢它有两个篮子，篮子 A 是装七个，篮子 B 也是装七个篮球，明白吗？看到各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篮子都装有七个，然后呢你要做出来了，把两个篮子的篮球加起来，然后你要记得在答那边写上你的答案。在这边你可以用写指示，或者是你要用那个大头人两只手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可以吗？好的，现在老师和你们解释完第59面的题目。现在呢我们要去看的是第60面。第60面呢它是有四题。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第一题它讲的就是下图显示四组动物，也就是有四种动物。第一组是兔子。第二组是海豚。第三组是狮子。第四组是乌龟，所以只有这四组动物。然后在第一题呢，它有三个题目，它分成 A、B 和 C。那么我们来看 A， 它问的题目是什么 ？A， 它问的是哪种动物比乌龟多，所以你就要写咯，你就要去算哪一种动物是比乌龟多的，你要写下来它的名称，动物名称，然后多多少，它多它多少只呢？在这边呢，你要做的就是多的数目减少的数目，然后看它们相差多少只，明白吗？然后 B 的部分，它直接问海豚比狮子多多少只？海豚是 dolphin， 你要去看 dolphin 有几只，然后你要去算看狮子有几只，然后我们要找出它们相差多少只。所以呢在这边呢你一样的也是要做减法，记得减法永远都是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然后 C 部分呢它讲的就是将四组动物合成两组，它刚刚有分四组吗？现在它你把两种动物合起来跟两种动物合起来就只剩下两组，但是呢你把这两组动物加起来的时候呢，
它们的数量是要相等的，相等的意思就是一样。所以呢，你看，你 A 组你要填的是什么动物？B 组你要填的是哪两种动物？然后呢，这两种动物你加起来和 B 组这两种动物加起来，两个的数量一定要是一样的，明白吗？你把刚刚的四种动物分类。分成 A 组跟 B 组，但是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把这两种动物加起来，看是多少，然后你把 B 组的动物加起来是多少，要确保 A 组和 B 组得到的数量是一样的，明白吗？到这边，记得相等是一样。那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它讲的就是删掉左边的叶子，左边也就是你们的 left hand side，OK，所以是这一边。以此左和右的数量相等，相等。刚刚我们讲了，要是一样的，所以删掉的意思就是你要割掉它，可以吗？你要割掉这边的叶子。然后你要割到什么呢？要跟它跟右边的你们 right hand side 的叶子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算看你的这边你的 right hand side 你右边的数量的叶子数量是多少，然后你这边叶子可以有多少片叶子，明白吗？总之你要做到的就是右边跟左边的叶子的数量是要是一样的，把多余的割掉，可以吗？删掉，删掉的意思就是你。割掉它，明白吗？到这边，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题，它讲下图显示三张数字卡，有三张哦。第一个是三，第二个是一，第三个是九。然后呢，它要你 A 用以上数字，就是这些数字。组成六个二位数，并顺序排列。所以在这边呢，你要用这三个号码组成六个 number，而且只可以是二位数。也就是老师打一个比方，在这边老师可以组成30亿，3亿，它就是30亿，就是二位数。所以呢，你要用这三个号码，你要组成六个数目，但是这六个数目义务要是二位数的。你写下来了多少了过后，你再顺序排列，把这六个数目呢顺序排列，就是从小排到大，可以吗？记得你要用这三张数字卡的数字组成六个数目，而且每个数目这一定要是六啊，一定要是二位数的。所以你组成了之后呢，你再把这六个数目呢从小排到大。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它的 B 部分。所以呢，从以上数字卡能组成的二位数中，所以刚刚你有组成六个二位数了，是不是？然后呢，哪些数目比50小？所以你从你在 A 部分所组成的六个二位数的号码里面，写出来哪一些数目是比50小的，明白吗？到这边。记得 A 是你要做顺序排列，B 是你要找出这些数字哪一个是比50小的，可不可以？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题，也就是第60页的最后一题。爸爸买了六个桃，要分给爷爷和奶奶吃。爸爸有多少种分法？就像刚刚我们所做过的第58页的 B 部分，有问你多少种分法，所以在这边有多少种分法呢？你可以用那个大头人两只手的方法来做。像在这边，他就有讲，爸爸有六个，他要怎么分呢？一个分爷爷，一个分奶奶，要怎么分法？然后呢，你要写出他到底有多少种分法。
所以你一样的，就像刚刚第58页的 B 部分的做法一样，你可以把它先分一半，或者是分，总之你的两只手你加起来一定是要等于6的，然后你可以画出来，然后你看到底有多少种分法呢？可以吗？好，现在呢，老师已经和你们解释完第60页的题目了。现在同样的，老师要你们先暂停视频，然后完成第59页和第60页先。当你们完成了之后呢，你再继续回来观看。然后呢，老师会和你们一起分析这两面的答案，老师会和你们一起讨论答案，可以吗？欢迎同学们回来，现在老师要和你们一起讨论第59页的题目，然后答案。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第59页的第一题。刚刚他讲了，妈妈买了8个红苹果，爸爸买了7个青苹果，他们共买了多少个苹果呢？共是要用加法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做指示出来，拿8加7，因为老师讲过了，如果你要找头的话，你是要用加法，找手用减法。现在你要找的是头，所以你要用加法，所以把两只手加起来，写8加7等于多少呢？等于15，然后你再来把你的15填在这个圆圈里面。然后记得你在答的部分你也要写上15，所以呢是他们共买了15个苹果，明白吗？记得找头的话呢，你是要把两只手加起来，可以吗？看到共的意思就是加法。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他讲衣橱内有11个衣架，然后有8个呢是已经用来挂衣服了，还有多少个还没有挂上衣服呢？意思讲说他要你找的就是还有多少个的衣架是没有用到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要做的是减法，所以呢你要拿的就是减法的话呢，我们是要拿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也就是我们要拿11减8等于多少？等于3。你也可以用指示做出来，11减8然后等于3。然后记得你要在答的位填上3。3个衣架还没有挂上衣服，明白吗？到这边。现在我们去看第三题，第三题也就是 K8 题，要有一点点思考的。老师讲了，两个篮子各装有7个篮球，意思讲说你会有篮子 A、basket A 还有 basket B 篮子 B， 然后呢，每一个篮子里面会有7个篮球，因为他讲各装了，各自有的意思，各自的意思，所以呢，篮子 A 会有7个篮球。篮子 B 也是会有7个篮球，然后他问的就是两个篮球共装有多少个篮球，我们讲了共是用加法的，在这边我们要做的就是 basket A 的7个篮球加 basket B 的7个篮球等于14，可以吗？然后记得要在答那边写两个篮子共装有14个篮球，可以吗？好，现在老师要进入第60页，老师要和你们一起讨论答案。第60页的第一题，刚刚我们有讲了，这一题呢，它会有4组动物，也就是兔子、海豚、狮子跟乌龟。所以在这边，老师要你们先算兔子有几只？一、二、三。四、五、六，所以呢，你可以在它兔子旁边写6。海豚 dolphin 有几只呢？一、二、三，所以在那边写3。狮子有几只？有一只。然后乌龟有几只？一、二、
三四，所以你就写四在这边，可以吗？写完了之后，我们去看它 A， 哪种动物比乌龟多？多多少？乌龟有四只，哪一种动物是大过四的？哪一种动物有多过四的？也就是兔子，因为兔子刚刚我们算了有六只，是不是？然后它多多少呢？我们讲了，要找它们的相差，要看兔子和乌龟相差多少的话，我们就要拿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那这边大的数目是六，小的数目是四。所以呢，我们要拿六减四，明白吗？那兔子六只减乌龟四只，所以答案相差是二，所以你就在后面写了多两只，可以吗？好，现在我们来看 B， 海豚比狮子多多少只？海豚刚刚我们算了有三只，狮子有一只，多多少只？意思讲说又要找他们的相差。一样的做法，拿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在这边大的数目是三，小的数目是一，所以要拿的就是三减一，三减一是二，所以你在这边就要写多两只，明白吗？到这边。好，现在我们去看 C 部分。 C 部分呢，是你要将四种动物合成，就 combine 起来变成两组而已，而且这两组也就是 A 组跟 B 组呢，他们的加起来的数量呢， A 组加起来的数量要和 B 组加起来的数量是一样的，是数量相等的。所以呢，你可以这么子做， A 组呢我们可以放兔子还有狮子，你看啊，兔子有六只，狮子有一只，是不是？你写了过后，你可以在旁边写号码。兔子是六，狮子是一，所以呢，六加一是多少呢？算一算，六只加一是多少？七只。所以你可以在 A 组旁边写七，可以吗？然后 B 组呢？海豚和乌龟，海豚有几只？三只。你在海豚旁边写三，乌龟有几只？有四只。所以呢，你在这边你要拿三加四是多少？七，在 B 组那边写七。所以 A 组和 B 组呢，如果是这样子分的话，兔子、狮子一组，海豚、乌龟一组，所以两组加起，两种动物加起来的话，就等于一组有七只。所以现在是 A 组和 B 组的数量都是一样的，明白吗？你要做到的就是这两组的数量是一样的，可以吗？好，现在我们去看第二题。第二题他刚刚讲了，要你删掉左边的叶子，然后呢，以使左和右的叶子的数量相等。所以呢，我们要看的是右的是有多少呢？右边呢是有八片叶子是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呢，你在这边呢，你只能剩下八片的叶子，明白吗？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所以这边到这边已经是八片了。其他的这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从这片叶子开始，你就是要割掉它，明白吗？删掉的意思就是要割掉它，就是不要掉它了。所以现在呢，你这边剩下的是八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你在这边呢也是八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明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题呢，它是显示三张数字卡，就是三、一和九。然后呢 ，A 呢，它是要求你用这个数字卡三、一和九来组成六个二位数的数目。在这边，我们可以组成什么数目呢？我们可以组成的是十三、十九，看到十三、十九。然后三十一、三十九，然后九十一、
93，可以吗？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二位数的号码，然后我们组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有六个二位数的号码。然后呢，你同时你不是写下来而已哦，你要确保它是顺序排列，也就是从最小排到最大。所以呢，我们要排的是13、19、31、39、91和93。然后在这边 B 部分，从以上的数字卡能组成的二位数中，也就是这些，哪些数目是比50小的？所以哪一些呢？也就是这四个，13、19、31和39。到这边明白吗？91和93就不可以写，因为这两个数目是比50大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第60页的最后一题。爸爸买了6个桃，要分给爷爷和奶奶吃。爸爸有多少种分法呢？所以呢，老师讲了，你要用大头人两只手的方法，有六个，他可以分一个给爷爷，一个给奶奶。1+5，也就是等于6。要不然也是可以把6分成一半，爷爷三个，奶奶三个，还有的就是呢，分成爷爷两个，奶奶四个也是可以。然后呢，在这边它几种分法，它有三种分法，明白吗？其中一个，所以你要怎样确保你是对的？你可以拿两只手加起来看是不是等于6。可以吗？所以它有一种分法、两种分法和三种分法，你可以这样画出来哦。如果你有其他答案，你可以到时候复课的时候你再给老师看。到这边有问题吗？老师会进入第61页和第62页，可以吗？现在我们先来看第61页。第61页呢，它是有两题的应用题。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第一题它讲一样的，你看第一题，妈妈要把6块巧克力分给明丽和文杰，所以妈妈有6块的巧克力，她分给两个人，每人至少有一块，也就是说其中一个人最少都有一块。然后妈妈有多少方法分配巧克力呢？然后你记得你一样的，你可以用大头人两只手的方法画出来，然后你再看有几种分法，然后你再把答案填在这里，可以吗？你要知道就是每个人最少都要有一块哦。第二题呢，它有三个题目，一个是 A、B 还有 C。它的题目首先它先要求的是 S 数目的个位数，个位数就是后面的号码是4咯，然后10位数是3，也就是前面的号码是3。所以呢 A 它问的是以数目写出 S 数目是多少，所以它的个位数是4，10位数是3的。然后呢，你再从你找出来的 S 数目开始10个顺序的数，顺序的数是从小到大，所以老师之前有教过10个顺序的数的话是加法，所以呢，你要从 S 开始，每一个都加10个，那到第五个数目的时候就是 T， 然后呢，你看第五个数目是什么，然后呢，你再来用文字写出它的数目。文字就是中文字，你读的方式写出来，明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 C。之后呢，你要写出 T 数目，也就是第五个数目，它之前的一个数目和之后的一个数目。之前就是 before， 所以在 T 之前的那个数目是多少？然后这边填的就是T 过后的那个数目又是多少呢？这边你可以用数字来写就可以了，明白吗？好，
现在老师要和你们一起讨论的是第62页。第62页有三题，就是第三题我们先来看。有的就是青苹果、红苹果、青苹果、红苹果、青苹果、红苹果，这么去排。然后呢，它的题目是小贩把苹果按照以上形式摆放在摊位上。排在第13个的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呢？你可以去算哦。如果是这样继续排的话，它第13个会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然后呢，你之后要写在这边是青还是红的苹果，明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第4题。下图显示美云家，所以美云家是这一间，也就是由左数，就这边开始数，1、2、3、4、5，美云家是第5所，可以吗？由右数，在这边开始算，1、2、3、4、5，美云家也是第5所，所以这排屋子，这排房子有多少所房子呢？你就要算它总共有多少，然后你记得填这排房子有多少所的房子。明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第5题。第5题是 K8 题哟，第4题也是 K8 题。刚刚的我们讨论的第3、第4、第5都是 K8 题，也代表说第62页的3题都是 K8 题。OK， 这个是铅笔的估计数量，估计就是他们 estimate 的，没有确认的，他们是大概的。这个盒子里面有12和18支之间，所以代表说呢，它最少有12支，最多有18支。嘉兴就4支4支的数，最后多出3支，然后你要计算铅笔的实际数量，所以你要4+4+4，然后你看到最后，你要确保你找到的数目是在多过12少过18的。然后你再算看总共真正的数量是多少，然后你再填。这一题有一点难哦，如果你不会，你可以等老师等一下和你们讨论答案的时候呢，你们再看看你们做的是对的吗？你们可以先尝试，明白吗？你们可以先尝试。现在老师已经和你们讨论完第61页和第62页了，在老师叫你们停你们的视频之前呢，老师要你们先喝一口水，然后呢再站起来弯弯你们的腰，然后好，现在你们先暂停视频，然后去完成第61页和第62页，完成了之后呢，你们再继续回来看老师的视频，老师会和你们一起讨论答案。好，来欢迎小朋友们回来。现在老师会和你们一起讨论第61页的答案。所以记得翻开第61页先，如果你有不会的，你现在注意的专心的听老师讲。第一题，妈妈要把6块巧克力分给明丽和文杰，然后每人至少有一块，妈妈有多少种分法呢？有多少个方法来分配巧克力？所以呢，一样的，你可以把6个分一半，3个3个，还有的就是1个跟5个，其中一个人拿一个，另外一个人拿5个巧克力，5块巧克力，还有的就是其中一个人拿2块巧克力，另外一个人拿4块巧克力，所以呢，总共会有3种分法，所以你记得在答案那边写3种分法。记得找头我们要用加法，找手我们要用减法，可以吗？所以你要确保你是对的，你可以把两只手加起来看看是不是等于6。好，现在我们去进入第二题。第二题它讲 S 数目的个位数是10，都是 4， 十位数是3。在这边老师要跟你们重复一个口诀，也就是前面的号码是十位，后面的号码是个位。所以现在他要你以数目写出 S 数目，
所以呢，个位是在后面的，后面一定是四，十位是前面的，前面一定是三，所以答案会是34。然后 B 它是讲你从 S 开始，就是从34开始，10个10个顺序的数，就是10个10个的加，然后我们要找第五个数目是什么，也就是 T。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它数目是什么，我们要用文字写出。所以我们就加34加10 44 44加10 54 54加10 64 64加10 74，然后再加84，好了，已经超过五个了。我们来看1 2 3 4 5，所以第五个的号码是74。所以呢，你现在哦，你已经十个十个顺序的数了，然后你也找到第五个数目 T， 也就是74。现在你要做的是以文字写出它，所以你就要以文字写它咯，74，明白吗？然后呢 ，C 的题目写出 T 数目，也就是这个数目之前和之后的一个数目。之前就是它的前面一个，还有之后就是它的后面，所以之前一个数目是什么？是64。然后它之后的数目，它后面的数目是84，明白吗？到这边。好，现在让我们去看第62页。第62页第一题，他是讲说，如果小贩把苹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排，青红青红青红，排在第13个的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呢？我们就来算，1 2 3 4 5 6，然后回去算，7 8 9 10 11 12 13，所以第13个会是青苹果。明白吗？要不然你们可以画出来，也是可以青画13个，然后你看青红青红这样排也是可以。要不然你可以这样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这样子也是可以，或者是你画也是可以，然后写出是青苹果。然后呢，这一排他讲的就是，他要问的就是最主要，这排房子有多少所房子呢？答案是9。其实他题目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而已，你就跟着图画数，1 2 3 4 5 6 7 8 9，所以你只写9而已，不要被他的题目给吓到啊。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五题。第五题它是讲，它显示的是一盒铅笔的估计数量。然后呢，它是12和18支之间。然后它讲加薪4支4支的数，最后多出3支铅笔，计算铅笔的实际数量。所以呢，在这边你可以拿的就是这样子，四只四只的数吗？四加四等于八，你可以写出来的。八再加四就是12，十二再加四的话呢，就是16，就没有再多出三只了啊。所以呢，在这边你要算的就是12了，过后你多出的就是三只，因为如果你再算是16再多出三只。就是19，所以已经没有在12和18只之间了。所以呢，你要确保的就是你四只四只的数，然后你再加一个3，它是要在12和18只之间的。所以呢，是4加4 8 8再加4 12 12再加一个3只就是15。如果你不要复杂的话，你可以先写3在前面，那你可以再写
三加四是七，七再加四，十一，十一再加四，十五。然后如果你十五再加四，可以吗？十五再加四，十九就超过，不能，你就要停了。你可以倒反来做，会比较容易，可以吗？所以呢，它实际数量是十五支铅笔的实际数量是十五支，可以吗？你倒反来做会比较容易哦。你先写三支出来，写三了过，你看你还缺多少，明白吗？到这边，好的，老师已经和你们讨论完第61页和第62页的答案，现在老师要继续第63页和第64页。现在我们来看第63页，第63页呢，它会有四道题目问题，下面来看第一题。第一题它讲的就是月敏在上个星期阅读了8本故事书，他在这个星期阅读了7本故事书。月敏在这2个星期共阅读了多少本故事书？所以他讲的是他在上个星期读8本书，在这一个星期读7本故事书。他要你找的就是这2个星期，他一共，刚老师讲了，共的话是要做加法，所以呢，你要做加法，然后你要找出他共阅读了多少本。记得你可以写横式、直式，还有一个答。当然，大头人两只手的做法也是可以的。下面来看第二题，阿姨在昨天，就是 yesterday。卖了26件衣服，他在今天卖的衣服比昨天少5件，那他在今天会卖了多少呢？比他少的话，我们是要做减法。减法呢，老师一直在重复，就是要用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记得你算了出来之后，要把你的数目填在这个答上面，可以吗？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一节有20颗蛋子，然后顺其的蛋子比一节少5颗，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顺其的，我们要找顺其的话呢，刚老师讲了，你看到少的字，你就是要做减法，所以你看到顺其的蛋子比一节少5颗，所以顺其的蛋子呢是。一定是哪一节的20颗减5颗，你就找到顺其的蛋子，可以吗？然后呢，伟康的蛋子又比顺其少5颗，这又代表说顺其你找到的顺其的蛋子是20颗减5颗，那伟康呢又比顺其少5颗，又再多减一个五，你就可以找到伟康的蛋有多少颗蛋子了，明白吗？这边呢，就代表你要做两种减法，两个减法。第一种减法，你就要找顺其的；第二种减法，你就是要找伟康的，明白吗？做了之后呢，你再填上你的数量。下面来看第四题。第四题呢，就是。大篮子里有24个红毛丹，然后呢，小篮子里的红毛丹比大篮子少6个，所以呢，小篮子的我们讲了少的话就是要用减，所以你要用大篮子里的红毛丹减六就可以找到小篮子的。然后须从大篮子取出多少个红毛丹，并放进小篮子呢？才能使这2个篮子里的红毛丹数量一样。所以呢，你要先算出来，大篮子有24个，小篮子的话是24减6，你要算看多少。然后2个呢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先一定是大篮子比较多，小篮子比较少。现在又要你看，你要拿从大篮子拿多少个红毛丹放进小篮子，才能够使这2个篮子的数量是一样的，same 的。然后呢，你再把它填在这边，这题会一点点难，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尝试做。好，
现在老师会继续第64页。64页有两题，第一题它分成三个部分 A、B 和 C。 然后第一题呢，它是讲的就是下图显示一个算盘，也就是这个。然后呢，算盘老师讲过了，上面的这个呢，一个是代表五，下面呢是代表一，可以吗？上面的一个呢是代表五，下面的是代表一。然后这一边，你有看到老师的红色点吗？这一边是个位，这一边是十位。个位就是后面的号码，十位就是前面的号码。所以呢，你要根据这样子，然后你算看它黑黑的有多少个。记得哦，上面的话是代表五，可以吗？然后你要写出它的数目，然后呢，你根据你所写的数目呢，你要分出来它的十位数是多少，个位数是多少。老师在这边呢，老师倒反了它，你们书这边是十位数，这边是个位数，所以你们做一个，你们在这边看的时候，你们自己要做一些调整啊。然后 C， 你就是要从你在 1A 所写的数目，两个两个顺序的数。顺序的数就是你要加，所以呢，两个两个顺序的数就是你要慢慢的加二。然后呢，同样就像刚刚的做法，你数了过，你看第六个数目是什么，然后你用文字写出它，可以吗？到这边，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其实这边这一面的题目都是大部分你们有做过的。第二题它讲。下图显示一盒粉笔的估计数量，老师这边少了字哦。一盒粉笔的估计数量，你们看回你们的书可以吗？下图显示一盒粉笔的估计数量，也就是想说这一盒的粉笔呢，里面有25支至30支，没有少过25，也没有多过30。近文5支5支的数，最后多出两支，计算粉笔的实际数量。像老师讲的，你可以先写二出来，然后再五支五支的加。总之，你加出来的数目是不可以超过30的。那个就是你的实际数量，然后你再把它的答案写在这边，可以吗？你可以先写二，然后再来慢慢五支五支的数，确保你的答案不会超过30。可以吗？现在老师已经和你们讨论完第63页和第64页，老师希望你们现在先暂停你们的视频，然后先去完成这两页，之后呢再回来继续观看，和老师们一起分析答案，可以吗？好的，欢迎小朋友们回来。现在我们来看第63页的题目，我们先来解答。第一题，他是说，他问的就是月敏在这两个星期共阅读了多少本故事书。共是用加法的，老师讲了好多次，老师希望你们记得哦。所以在这边呢，你要拿的就是上个星期读了八本，这个星期读了七本，所以八加七等于15。然后你记得你要写横式，八加七等于15。然后你的答也不要忘了填写正确的答案，可以吗？好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阿姨在昨天卖了26件，她在今天卖的衣服比昨天少5件。阿姨在今天卖了多少件衣服呢？老师讲了，你看到少这个字呢，通常都是做减法的。然后我们做减法的时候都是用大的数目减小的数目，在这边大的数目是26，小的数目是5，所以在这边是26减5等于21。那在答的部分也要写卖了21件衣服，也就代表说呢，阿姨在今天卖了21件的衣服。第三题，一节有20颗蛋子，孙奇的蛋子比一节少5颗。
然后伟康的担子又比顺其少5颗，伟康有多少呢？我们讲过了，你要找伟康的担子之前，你一定要先找出顺其的担子。所以呢，顺其的担子是比乙节少5颗，也就是你要拿乙节的20颗减5颗，然后你要找伟康的话，你又要从顺其那边减五，所以呢，你可以是20颗减5颗了之后，再减一个五，可以吗？20减5再减5等于10，你可以跟着老师这么做。你不要，你可以是20减5等于15，然后15颗就是顺其的咯，再减一个5，10，找出伟康了，也是可以，明白吗？所以呢，伟康有十个担子，十颗担子，OK，可以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题。第四题，刚我们讲的就是大篮子 （big basket） 有24个红毛丹，小篮子的红毛丹比大篮子少6个。所以呢，我们要找小篮子的话呢，我们是要拿大篮子的24减6，就可以找到小篮子的。你找了之后，我们看它们相差多少，可以吗？所以呢，来看。小篮子的话，我们是要拿24个减6等于18。现在小篮子是18，现在我们要找它们相差多少啊？相差3，诶，相差6。24减18，相差6。那么我们要怎么平分呢？想要分一半呢？它们相差6吗？所以我们把它们分一半，你可以用大头人两只手的方法，把6分一半，就是。拿出三个咯，明白吗？这边是三啊，不是六，明白吗？这个是三，老师写错了，这边是三。好的，现在我们去看第64页的第一题，它是讲下图显示一个算盘，所以呢，算盘是这样的。老师刚刚有讲哦，上面的是五，下面的是。一，所以 A 写出数目，在这边这是五，所以五六七，所以个位数是七，十位数呢是二，所以数目是27，可以吗？然后呢，你要写出数目的个位数和十位数，在你们的作业上呢，它这边是十位数，是吗？所以你们的十位数要填的是二，十位数是前面的号码。个位数是后面的号码是七，老师的 slide 的这个东西跟你们是相反的，所以你们在这边你们要注意一下啊。我要再从 1A 的答案开始，两个两个顺序的数，1A 是27，所以呢两个两个顺序的数，你就是要加二咯，所以我们会加了，我们看第六个数目是什么？加二，27加二是29。29加22，31，31加2是33，33再加2，35，然后35再加2，37。你们可以用指示算出来，可以吗？然后呢，你算看第六个答案，第六个数目，一、二、三、四、五、六，所以第六个数目是这个。所以呢，他后面要讲的是以文字写出第六个数目是什么，所以你要写出37，在这边明白吗？那好，让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刚刚老师讲了，老师在这边有少写的就是粉笔的估计数量，所以你们看回你们的书的题目。所以下图显示一盒粉笔的估计数量，所以呢，这一盒粉笔估计是有25支至30支之间，所以呢，静文5支5支的数，最后多出2支粉笔，计算粉笔的实际数量。像老师刚刚讲的，之前我们前面有做过的，老师有建议你们先写出2支出来，然后再5支5支的数。老师，这个是倒反的，你可以先写二，二了再加五是多少？七，七再加五是12，12再加五呢？17，
17再加5呢？ 22再加5呢？ 27。 如果27再继续加5的话呢，就是32，就已经是超过了，所以你只能停到这边来，然后呢你把它加起来等于27。你可以先写2在这边先的哈。所以呢粉笔的实际数量是27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算出来都可以的，不一定要跟着老师的，可以吗？老师刚刚所讨论的57页到64页，你可以以你自己的方式做出来。然后呢，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做法对还是错呢，你可以之后给老师看，明白吗？你不一定要跟着老师的做法的哈。好的。所以呢，今天老师已经和你们讨论完第57页跟到64页都是应用题，然后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再去看看你们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到时候再来问老师。好的，谢谢你们。